来看到国道车祸消息，十七号下晡，国道中山街嘉义交流道附近传出冲撞工程车意外。嘉义市消防局急报赶到现场，有一台小货车疑似对撞头前的工程缓冲车，车头毁损，并且伫咧264公里处嘉义交流道出口的头前，伫吊车协者协助之下，协助货车司机脱困送医。嘉义市消防局表示，在下午3:06接到报案，国道中山街嘉义交流道附近有车祸发生，随即由德安分队人车前往救援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发现有一架小货车疑似撞击工程缓冲车。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，车体翻覆。28岁货车驾驶因为并车导致受困，驾驶舱内等待救援。在现场吊车业者拖吊车体协助，成功救出伤者。驾驶疑似姿势压迫，下肢无力，伤者无明显外伤，意识清楚。由嘉义县消防局水上分队协助送往卫福部嘉义病院，相关肇事原因由警方调查处理中。伤者一名男性，28岁，身体多处擦挫伤，意识清醒，现场予以紧急处置后，由本局救护车送往卫福部嘉义医院诊治。国道警方初步调查，小货车驾驶叶姓男子，因为精神恍惚，撞击伫外侧路径，等待时间，翻弄车而肇事，造成叶姓男子腿部擦伤。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遵守行车安全规定，注意车前状况，千万唔通分心或者疲劳驾驶，并应保持良好精神以及专注力，随时甲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，以确保他人与自身用路安全。新闻台记者王小璇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